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今天呀，康康又带来了好玩的，是什么呢？现在不告诉你们，糖糖姐姐拿出来品完之后呢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好看的粘贴，开。下来，小勺子，哦，还有个轴，让我来看一看是怎样安的呢？我们来看看图，第一步，把它放好。然后放上这个之后呢，对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它放上去了，找个角度，嘿，可以了。我打开给小朋友看一看，看着哦，哎，可以转的。那小朋友看一看，它像什么呢？洗衣机。我这有漂亮的小粘贴，我们来给洗衣机贴贴画吧，看一看，它是怎么贴的呢？我们先把大大的眼睛给它粘上。我好羡慕他大大的眼睛，我也想有大大的眼睛。这边的这个呢，就是这边的，他还有一个小嘴巴。我给它贴歪了，那我赶紧给它正回来吧。我把你的小嘴巴给你贴歪了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东西呢，它贴上我的小洗衣机是音乐的。还有音符呢，二分音符、四分音符、八分音符。然后呢，洗衣机上面有一个表，我们来看看贴在哪里。它的额头已经让我贴上东西了，那我们把它粘到这边来。好了，现在呀，我就要让你们看看它是干什么用的了。等着看吧。我要搅拌均匀。哎，糖糖姐姐，你在喝什么？洗衣机里的水怎么能喝呢？那我就不告诉你了。喝完了。哎，这么好喝，怎么喝没了呢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哆啦 A 梦，你怎么突然跑来了呢？我听小朋友们说糖糖姐姐在做饮料，我就来了，结果就看见你在洗衣机里面喝水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想喝吗？我不喝洗衣机里的水，那你别后悔啊。不后悔。好喝的饮料喝完了，那我当然要再做一点啦。拿出我的小饮料包，把它呢倒进去。哆啦 A 梦，一会儿别后悔。香香甜甜的。
倒进去了，现在我需要用水了。小杯子的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小勺子拿进去，一勺，两勺，三勺，四勺，然后转动一下，水不够多，再来。现在呢？继续用我的小搅拌器来搅拌一下。哦，哦，音量做多了，哇，要淌出来了。哆啦 A 梦，确定不吃？那糖糖姐姐，你给我喝点呗，怎么样？好喝不好喝？那还说我的是洗衣机水，都淌出来了。我现在要把它接上，一会儿躺到桌子上就不好了。甜甜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让它转一转，用我边上这个小阀门就可以了。馋老爸的哆啦 A 梦，然后呢还害怕糖糖姐姐给他喝洗衣机水，他以为是脏脏的水。刚才糖糖姐姐自己都喝了，怎么可能是脏脏的水呢？是糖糖姐姐做的好喝的饮料。怎么样，今天的游戏小朋友都看见了吧？一开始不告诉小朋友，可是我们做的是好喝的洗衣机饮料。今天的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哆啦 A 梦回家慢慢喝吧，小朋友们再见，拜拜。